要做一个特别企划，就是感谢你。今天要邀请搞笑者们挑战我们的演技即兴大考验。好想玩啊！好久没即兴了，freestyle， 你有freestyle吗？我这即兴肠胃炎啊，有点不舒服啊。那我们今天现场呢，就准备了一个大轮盘，其实也没有压很大，然后上面贴满了大家的脸，然后待会我们先请导演林东旭来帮我们转出第一位的挑战者。惊悚！我们桌上呢有三个签筒。然后黄色橡皮筋的那个呢是人，什么人？中间是人，然后做在哪里？对，然后最后一个是做什么事？对，所以待会导演先帮我们转出第一位挑战者之后呢，然后就依序抽签。对，那其他演员也不是在旁边亮着。然后旁边演员要帮忙演那个氛围，但是主要挑战者。对，没错，大特小特一定很好玩。好，那我们先请导演先帮我们转出第一位挑战者。东艺，东艺，东艺的话我们怎么办？等一下我们会有神秘人，神秘人 ，OK， 来哦，不能先走。东旭，东旭，不要，不做。第一刀很紧张，因为完全没有前面的可以参考，好，就中间这个好不好？你看我们今天的人物就是主要以这一次老大金蛋的角色下去安排，但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角色，对，其他你可能看过了，哦，抽啦抽啦，不会太实，爆雷爆雷了，中出来了好不好？哎呦，什么东西？从中抽出来了，从中抽取一个。好，那我用一些三立能播的吗？我又不是反骨的频道，来哦，来哦，大！哎，太白了，老大，大！哇塞！好，轻松轻松，一样，我就挑中间的好不好？中出，中间抽出来。再来是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来，在哪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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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女儿的房间。来啊！在女儿的房间干什么嘞？好像有一点剧情，有点情色，总有点东京热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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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做什么事？做什么事最重要？真的，可以在女儿的房间里做什么呢？在女儿房间做什么？那都很奇怪啊。你会想要做什么？用我们家的声音宣传老大的金蛋。OK， 你先试演一次，因为我觉得女儿房间很难呈现。对，女儿房间是最难呈现。没有，如果你呈现得出来，我们就你先在门外演的，你先门外演，然后打开门，然后对，然后发现女儿的房间里面怎么会有这个 DM？ 哦，我们就演女儿房间里的雕像。女儿，对，女儿，对，洋娃娃好了，洋娃娃，充气娃娃，洋娃娃，好 ，OK， 好。泰国的老大是谁？谁要？我想演。哎，谁要演女儿？哎，厉害了！我们让你猜不中。我们等下女儿会自己，她会走进房间。现在房间是空的，等下女儿就是让她即兴就对了。女儿在上学的途中，你进了女儿的房间。对，女儿等下会回来。等下女儿就下课回来。哦，还要有泰国腔。还有泰国腔，我没有带腔出来。喂。到底是女儿还是儿子呢？因为是泰国嘛，所以儿子到底儿子变女儿了呢？女儿，女儿，爸爸来了。女儿，这个角色好难演啊！我是泰国的老大，我做很多坏事啊！告诉你们做什么坏事好了，我啊，保特瓶不会丢资源回收啊，够坏吧？我还做了很多坏事呢，我啊，坐电扶梯都站左边呢，我还做了很多坏事呢。现在要在女儿的房间做坏事了，女儿，为什么会有充气娃娃在这里的地方呢？妈
但是女儿到底有没有偷偷交男朋友，这是我今天要来调查的。如果抓到女儿偷偷交男朋友，身为老大的我要把那个男生的手指甲给剪断了，统统都剪掉啊。所以接下来到底女儿有没有偷交男朋友呢？男朋友等等等，我可以解释，我是来打扫的。你的品味怎么那么糟啊？我跟你长得也蛮像泰国人的。我们长得算一样的吧？岳父大人，岳父大人，我真的是来打扫的，是来打扫的，真的。是来打扫的吗？我是来打扫的，真的是来打扫的吗？打扫。那我的女儿在哪里呢？都崩啊！我是真心相爱的，他问我，你是女儿，你是我女儿，爸爸。为什么我女儿会有日本腔？怎么搞？难懂不嘞？都是嘞。啊，难懂吧？不听不记得的。你根本就不是泰国人嘛！根本不是我女儿吧？但是为什么你会有这个东西在床？太硬了！太硬了！硬哦！你不太多东西了吧？怎么断掉？你中间发现它的过程？对呀、啊，就发现不会怎么会撞上了？又宣传？对，又宣传。是广告。是女儿。这么多人可以挑，为什么挑个最丑的呢？还有我，还有我啊，还有我就是这么多人可以挑，为什么挑个最丑的呢？我比较丑，所以我生出你啊。爸爸，爸爸，你不只有一个女儿啊？我只有一个女儿，对啊，不是女儿的房间啊。怎样？你又说有二女儿了？二女儿啦。所有的女儿可不可以？看你基因多差，爸爸。你们怎么在我们房间里面啊？对啊，你们三个住一间房间的吗？150平啊，你傻了？我们这里有150平啊！我发现了这个，哇，哎，这个最红的，你是谁啊？我是他男朋友。哦，你好，朋友，我的好友。那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，放鞭炮的朋友啦，完全没有，对没有。到底是谁？姐，老大的清单是什么意思啊？现在最夯的舞台剧啊，是不是开始卖票？是哪里卖啊？年代售票系统哦。详细资讯可以在哪里粉丝团看到啊？在我们这个搞笑者们的官方粉丝团，加赖群组还有85层。哦，好清楚，好详细哦，所以大家赶快来买票收看哦。